贝小姐对叶先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人吗？老师怎么会突然这样问？因为真正在乎的人才会为他每一个进步感到高兴，而别人在表扬他的时候就像表扬自己一样。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相处的，有时候吧想多给他一些关心，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他很少表现出他真的多想要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情绪好像可以开始影响到我，所以我也变得不开心。我只是想要试一试能不能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弥补他一点。老师，我们开始吧。好。还在忙吗？晚上要不要一起去节目现场啊？以上就是我自己的训练方法，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老师，辛苦了。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能不能请老师给贝尔多录一段鼓励的话，他是能听到的话一定会很开心的。好的，那麻烦您了，我们开始吧。贝尔多你好，我是丁宫千惠，听说你在声优这方面一直在做努力。声优是一个艰苦的行业，往往需要信念和天赋，希望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的作品能为你加油打气，祝你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加油。还在忙吗？晚上要不要一起去节目现场啊？你先去，我会准时的。不好意思，可以借一下你手机吗？帅哥，你这种搭讪是不是该老了？你误会了，我的车子没电了，我想找人联系一下。车子没电了？这么拙劣的撒谎方式。知道了，你一定是想我的。我马上给你啊，你等一下啊，等一下啊，来伸出你的双手。哎呀，害什么羞啊，你都敢搭讪了，真是的。记得靠我啊。
叶帅会不会出事了？玉总，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全市所有医院的急救记录。那我立刻去联系。帅哥，啊，不是他，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啊，你不是大朋友吗？嗯，其实我们今天才认识。哦，你们既然认识的话，麻烦通知一下病人的家属，我们方便做检查。我啊，那好吧，谢谢啊。哎呀，长那么帅，居然没人认领。玉总，去这个医院。好，这不是临时吗？难怪就查不到。太感谢你了，刚刚我来的路上就已经听护士说了大致情况了。没事儿，那个小事儿就歪打正着嘛，不是。你们看着他啊。真的真的很谢谢你，我下次一定专门去给道谢。不用了不用了，不打扰他休息了。谢谢啊。贝尔多你好，我是定宫千惠，谢谢你一直在支持我，能被你这么可爱的孩子喜欢我是我的荣耀。听说你在声优这方面一直在做努力，那么我呢想告诉你，声优这个行业叶叔哎，我可不可以亲你一下呀？你不说话就默认了。你们在干嘛？儿子，你醒了。你醒了，感觉怎么样？还可以。节目怎么样？都已经结束了，你现在先不要想这些，我去找医生啊。二段，我小舅舅就交给你了。啊，我公司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你放心吧。走了。要不要回屋躺会儿？没事。最近这几天都一直躺着，我坐一会儿就好了。嗯。
靠着吧。谢谢。耳朵。嗯。对不起。对不起，我没赶上最后一期节目，让你没办法得到奖金。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重要，所以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话，一定要跟我说。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不过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好的，你就不用担心了。你现在要做的呢，就是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其他什么都不用想。而且这又不是你的错，你不用感到抱歉。去先躺着休息吧，我做饭一会儿就做好了。嗯，好，辛苦你了。叶帅，怎么了？不舒服啊？没有，只是有点累。行了，你的药，每天的药我都给你分好了，这是早上的、中午的、晚上的，我都给你分好了，记着别弄混了。嗯，还有饭后半小时之后再吃，记住没？耳朵，我又不是小孩，我不需要你时时刻刻这样盯着我。可是你现在是病人啊，病人就是要好好吃药，好好休息的。好，都听你的。那就请叶舒伟大朋友上床睡觉吧。妈，哎，你在煲什么汤啊？我啊，哎，别捣乱了，别捣乱啊！天麻猪脑枸杞汤。行了，行了，行了，你别捣乱了，你捣什么乱？这猪脑，怎么了？你要补脑啊？谁补脑了？不是你说了吗？小叶脑震荡了，你行补行嘛，所以我就给他弄点这个猪脑汤给他补补。哎，你给他送过去的时候，跟他说啊，让他全都喝了啊，特别有效。另外我找人给他买了一袋核桃，你也给他带过去。你怎么对人家这么好啊？我都没有这种待遇过。哎，哎呀，什么叫我对他那么好啊？你忘了啊，我住院的时候人家忙前忙后，我这不是也得表示表示吗？人都住院了，是得表示表示。哦对了，我跟你说啊，最近这段时间呢，你没事啊别去配那个配音了啊，你呢没事就到医院里去多陪陪这个小叶，你俩呢要好好相处啊。好好相，我们每天都是好好相处的呀。哎呀，我这
你说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开窍的闺女？我是那个意思吗？啊，你妈，我的意思是让你跟人家这个小叶呢好好相处，人家这个小叶人好，家世又好，好好相处，别三心二意的。你在说什么呀？我还听说他爸妈是个艺术家，这你俩要是结了婚生的孩子，妈妈妈那得多有意思。扯远了，什么结婚？我还要去日本上学呢，哪谈到结婚？叶舒伟，喝汤了。你都不知道，我妈可啰嗦了，要不是我逃出来，都快被她唠叨死了。这回你可有口福啦，我都没有受过这么好的待遇。哼，吃了给点评价啊，给点意见，但是不接受差评。嗯。叶衰，嗯，你怎么了？没事。你是不是又耳鸣了？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你得说出来，别强忍着。老大，要不你先休息几天？是啊，老大，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应该没问题。况且头晕耳鸣不是小事儿，很有可能影响后面的成品。或许我可以帮忙。等一下。刚刚有一个音好像有一点不准。不过说实话，你让我昨天今天听这把琴的声音有什么区别，我还真听不出来。但这都整整调了一个月了，连我都听出这声音有质的飞跃。果然绝对音感就是大杀器。我看这根本就是爱情的力量。下面有请小提琴演奏家贝尔多为大家演奏一曲《七弦上的咏叹调》。谢谢谢谢。老大，你刚才的琴拉得太赞了。你是不是嫌工作量不够？没有没有。哦，对了，咱们十天后就必须要把琴寄给组委会了。嗯，知道了，已经快好了，完工之后跟你说。好的。你在干嘛？敲门啊！这是我的工作室啊。哦，对啊，我就是看这琴感觉挺重的，我拎拎它有多重，挺轻的。你想学的话，我可以教你，免费。不了不了，这学乐器都是要童子功的，我已经过年龄了。嗯。谁说的？只要有心，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来，把住。把住。
这把琴已经不需要调音了。你要是困的话，你可以先睡。我不困，我不困，我就我要亲眼看一把绝世好琴的诞生。怎么了？有自己付出之后，意义就变得不一样，对吧？不困。不困的话，那你来帮我想想这把琴应该叫什么名字。我特批你可以取一个很长的名字，十个字也没关系。琴已完工，放在桌上。睡着了，琴呢？琴呢？调好了。调好了。嗯。你给我看看。错过了最重要的时刻。很重要吗？当然了。早跟我说嘛，就把你叫醒了。就是要享受最后一刻互相击掌的那种胜利感。那现在补一个。过了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嗯，那我带你去看一个你不能错过的东西。这么晚了，你要带我去哪儿啊？玩吗？到了你就知道了。你知道吗？萤火虫只有七天的生命，它是如此的可贵，又是多么的短暂。它会在黑夜里闪耀着光芒，也会在黑暗中默默守护着你。我之所以带你来这里，是想让你知道，贝尔多，嗯，你在我生命中正扮演着这个角色。
你让我在无尽的爱情中找到了方向，也教会我如何真正去在乎一个人。现在我想证明给你看，萤火虫是可以许愿的，你有什么愿望的话可千万不要错过。嗯，我贝尔多要成为最好的声优。一定会的。我知道了，我知道琴应该叫什么名字了，就叫药业，叫药业好吗？晚上某人还说要把取名字的权利让给我呢。那不是因为某人睡着了吗？我耳朵好使着呢，睡着了也能听见。好，那你取。那就叫贝尔多叶书微，照耀夜空，刚好十个字哎。好，那以后我介绍这把琴的时候，我都会以原名介绍，并且告诉大家，这个名字是由一个叫做贝尔多的女生取的。我随口说说的。可我当真了？就这么决定了？不行啊，这太随便了，我们得取一个有深度的名字。不用再考虑了，我觉得挺好的。行吧，反正是你的群，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吧。贝尔多，嗯，看着我。看着你呢呀。呼吸啊。干什么呀你？怎么？不服气啊？不服气你可以要回来。那我就要是谁怕谁啊？
本次大赛的优胜作品将会由世界著名的青年小提琴演奏家在世界巡回演奏会上执琴演奏。现在有请小提琴演奏家林清卓小姐，有请。恭喜。我知道一定是你。大家好，能够演奏好朋友做的小提琴，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在座的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他们俩什么关系啊？很熟吗？我也不知道。一会儿我和舒薇会给你们献上精彩的演出。请吧。耳朵，嗯，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一下。什么事儿？昨天在台上演奏的，她叫林清卓，是我制琴老师的女儿，最近刚从意大利回来。昨天老师特别打电话来吩咐我，在她回国这一段时间，要多多照顾她。哦。他最近有一个主题曲演奏要和我合作，就是你配音的那个项目。他还有得奖的小提琴也需要多磨合，我必须要跟他做一些调整，所以他希望可以在我家住一段时间。我答应了，明天我去接他回来，提前跟你说一声。嗯，那挺好的呀，我早就准备着要搬出去，一直又拖到现在，刚好能给他腾出房间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家里房间那么多，为什么要搬出去呢？这本来就是计划之内的事情嘛。你看你执勤比赛结束了，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刚好我妈也需要我再回。不是，可是节目也才刚结束啊，你这么快就搬走的话，外面会有很多流言蜚语的。没有人会关注的。那这里离你的录音棚不是比较近的吗？你住在这里不是更方便吗？你是耳朵吧？我是林清卓。
这段时间恐怕要打扰了，请多担待。不会。不是说好明天去接你的吗？我一个人在酒店很无聊啊，想着能不能早一点过来工作，想给你个惊喜吧。是不是变惊吓了？你们先聊吧，我下去把早餐给做好。舒薇，你等会儿帮清卓把行李拿上去。嗯，收拾好了你们就下来吃饭吧。谢谢你啊，耳朵。不用。我爸妈听说你回来了，想找你去家里吃顿饭。真的吗？我也好想见叔叔阿姨啊，这次回国行程一直很满，都没有时间拜访。舒薇，我从意大利带了手信，行李太多没有多带。不好意思啊，耳朵，我来的时候不知道你在，没有给你带礼物，你别介意啊。没关系的，你别这么客气。你真好。耳朵，你知道吗？舒薇啊，在意大利的时候啊，一直长个。每过一段时间啊，之前买的衣服她都会穿不下。结果呀，她买衣服的频率比我还多呢。现在不会了。啊，我还带了意大利的咖啡，我煮给你们喝吧。煮不了。为什么煮不了？没有摩卡壶吗？美式比较方便，先吃饭吧。给你们做了两杯咖啡。我记得你只喝意式咖啡啊，那个时候我每天练琴十几个小时，你跟着我爸爸学做琴，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去意大利的咖啡店喝一杯咖啡。那个时候我们不习惯站着，还会被意大利的人催促呢。意式咖啡很好喝，但不是必需品。可是你以前从来不喝其他的咖啡啊。习惯是会被改变的。那我改天去买一个摩卡壶，这样你平时也可以喝到意式咖啡。不用了，我们真的要为了喝咖啡的事情讨论一早上吗？那个清卓，要不这样吧，咱们今天就先喝美式，改天再换其他的好不好？刚好我也没喝过意式咖啡，都挺想尝尝的。嗯，改天我煮给你喝。嗯。你们先吃吧，我上楼还有点事儿。耳朵，你朋友来玩啊？啊，嗯，这是我朋友乐天，他过来拿资料的。那你们慢慢聊，我把钱拿回屋吧。嗯，他是你们三个。嗯，笔记。乐天，
喝水吗？不用了，这个我明天复印完然后就给你。嗯嗯，你看啊，这两本都是我平时做的最重要的笔记，就只要贴了标签的都很重要，你回去认真看看好吗？嗯，好。嗯，去吧。那我先走了。嗯，小李，你不用了，我自己走。你注意安全啊。嗯，去吧去吧去吧。怎么了？你在心虚吗？我有什么好心虚的？乐天他就是过来拿资料的。自己不会记啊，一定要参考别人的吗？叶水，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我哪一句话没有好好说了？那我说你，舒薇，你过来一下，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怎么了？我日本声优学校的笔试通过了，下周就可以面试了。有必要这么夸张吗？早就知道你会通过了，这么优秀。恭喜你啊，耳朵。啊，谢谢。我不知道你要去日本留学的事情，不然也许可以帮上一点忙哦。嗯，不用了，这次我已经准备很久很久了，所以我一定有信心可以过的。我是来还东西的。啊，我的战鞋。我不知道怎么给女生挑鞋，所以就选了一个最简单的，面试应该可以穿。这种鞋子穿上可舒服了。不知道我脚多大、啊？目测。目测。10块钱。怎么啦？你要零钱、啊？不是，送别人鞋子的时候都要给钱的。叶先生，你这叫还鞋，不是送鞋，性质是不一样的。别耍酒疯啊！那又怎样？有什么事儿吗？下来再说吧，那里看不清你的脸。跳下来。
跳下来。嗯，跳下来。怎么了？不敢了？我去，我跳就跳，有什么不敢的？不敢我。昨天才见过我，你忘了？没看够。怎么偷偷跑啊？我哪有偷偷跑了？我走的时候还跟园丁大叔打了招呼呢，不是还给你发了消息吗？嗯，看到了。不过那不叫打招呼，哪有人卷着衣服跑了事后才通知的。我妈让我回来陪她，然后我就立刻马上立即，然后我就赶回来了，就来不及通知你。你该不会是在吃我的醋吧？吃醋？我不是酸的，我只是甜食。所以你真的不是因为生气才离开的？不是啊，我就是想回家。你不要乱想。林清卓走了。啊？他今天搬走的，现在住在酒店。过几天就回意大利了。哦，我都跟他说清楚了。哦，耳朵，当你从我生命中出现的那一刻开始，所有人都变成了将就，而我呢，恰好是不愿意将就的人。听懂了吗？我知道了，我回去睡觉了。等一下，难道你都没有什么要表示的吗？啊？我看其他的情侣在分别的时候都会要亲一下。说接吻，要啥自行车啊？信不信？反正你还你一个。什么？三二。别忘达成，我回去睡觉。耳朵，你的手真的好小。
哎呦，小叶啊，哎呀，太巧了，我这么垃圾又碰到你了。哎呀，哎，阿姨好。哎，你，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哎，怎么我闺女刚回来你就来了？啊，好巧。啊，太巧了。小叶啊，阿姨跟你说两句哈。你看阿姨现在看你们俩感情这么好，你也知道的，我家女儿马上就要到日本去留学了，日本好远的，隔山隔海。你们这个年轻人就没有什么打算？是这样啊，你说你年轻人，你不能两人光谈恋爱吧？那你有没有就是比这个谈恋爱更长远的去想去打算？我没说完呢，哎哎，那个小叶，哎，我说的话听得懂吗？啊，回去好好想一想啊。啊，那个常来啊，哦，还有，哎，我的垃圾替我扔掉啊，谢谢。投入新人在现场会将得到现场所有来宾的见证与祝福。那么同样在今天，二位新人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现场的某一个人。耳朵，耳朵，来，我要把这捧花送给我最好的闺蜜。耳朵，你要幸福哦。那么在这里，主持人将郑重的二位新人，你们是否准备好与你们心爱的人开始你们完美的婚姻生活？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别哭了，哭这么惨，人家会以为你是来抢亲的。你会不会在我们婚礼上哭得更惨？算了，哭吧。帮忙吗？头疼。谁让你喝那么多的？玉总呢？他怎么不在？这是他拉着我喝的啊，刚才不知道是喝大了还是哭晕了，我找人送他回去了。哎，我送你回家吧。刚问玉生呢，是怎么样？刚才叫没有找我，你还好意思说我？我还没说你呢。
对不起嘛，要怪就怪玉生，不然我先找你。后来喝这么多？没有喝多。跟生病的时候一样，这么爱撒娇。你在做什么？脱了衬衣睡舒服点儿。叶舒伟，你别耍酒疯啊！那又怎样？你没喝醉就给我起开！你乖啊，你先。起来，我就给你泡蜂蜜水，啊！好啊。你干嘛呀？乖，闭嘴！贝尔多。把眼睛闭上，不许偷看啊！慢慢睁开。有奖问答，看你资料背得牢不牢。请问秦桥是什么？你是不是又要说让人听不懂的话了？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你只要跟我说秦桥是提琴的心脏就好。带你去一个地方。这真的有流星吗？那就要看老天爷赏不赏脸了。最近这几天是观测天晴做流星雨的最佳时机。今天月光算弱，有机会看得到。冷吗？冷的话，去车上等我。
我就要在这等流星，我还要许愿呢。准备好要许什么愿了吗？那我得打好草稿，在心里练一下，要不然我等会儿一下子说不完。怎么了？只要你愿意，就会有流星为你划过，实现你的愿望。不信，你闭上眼睛。怎么，你是打算给我变流星啊？睁开吧，流星来了。当着很多人的面，只是像这样安安静静的给我戴上戒指，没有单膝下跪，没有煽情的音乐，也没有说嫁给我好吗，只有我们两个人。住在餐厅，我还以为餐厅怎么了？啊，你给我的项链我也特别喜欢。啊，你看，是谁在今天放烟花？吗？流星雨是属于大家的，这个烟花是属于我们两个人。还有这一颗是属于你。现在好紧张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不紧张啊？紧张什么？以前不都见过吗？现在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了？以前是假的，现在是真的。所以呢？所以。假的你都能应付得了，真的话你一定可以的。来，
走吧，下来。妈，爸，叔叔阿姨，回来了，来了，叔叔，哎，给您的，谢谢谢谢。耳朵渴了吧？哎，王嫂，阿姨，不渴不渴，哎，坐坐坐坐。叔叔阿姨，那个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希望你们能喜欢。哎呀，耳朵，你真的是太隐心了。说实话，我们全家都爱吃这种蛋糕。您喜欢就好，叔叔，你也喜欢了。真有艺术感，耳朵，你眼光真好。过奖了，过奖了，叔叔。可以吃饭了。好的，好的。那我们吃饭。走吧。啊啊！吃饭去，吃饭去。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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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吃菜，对，你也吃啊。儿子，多吃点。谢谢，我来就好。哎，等你明年过生日啊，我给你买个戒指，取名就叫你是我今生的唯一，如何呀？哎呀，孩子们都在呢，说什么呢你？这是我家，他要是不高兴可以回自己家去。我们吃完就走。儿子，你爸不是那个意思啊。从进这里就没理过我，我应该不是他儿子吧？我有耳朵这个儿媳妇就行了，下次你也不用回来了。你的任务就是把他娶进门，再生个孩子就功德圆满喽。别忘了，结婚时这个戒指可不行的。当然。过段时间再去给你买一个戒指。啊，耳朵啊，这是我自制的杨梅酒，味道很不错，特别的好喝，你尝尝。来来来，来碰一下。怎么样，耳朵，好喝吧？好喝啊！好喝，好喝！再来一杯，啊！这个梅子酒啊，补嘴补嘴。来来来，我敬你一杯。哎呀，你少喝点。哎，没事的，多喝一点嘛。耳朵，我敬你一杯啊！耳朵，来。不错是吧？来，再来一杯啊！再来点。好好好。哎呀，没事的，这我自制的，又没有酒。没事。来来来来，我替他喝，我替他喝吧。哎，没你事儿。没事没事没事。敬我儿媳妇儿，没你事儿。耳朵酒量真好啊！酒量好。耳朵。妈，别叫他了。我带他回去。哦，那你路上小心点儿，别做坏事啊。哎呀，你看你爸没个正经。耳朵，耳朵，注意啊，小心点儿。走了啊，小心啊。舒伟，把耳朵交给我吧，我带他去逛逛街啊。嗯，让他好好陪陪您吧。嗯，去吧。哎，乖。好了好了，快上车吧。去吧。小心啊。拜拜。Thank you.
我觉得这件好看。这件啊？嗯。哎呀，会不会太年轻了？我这年龄会不会有点装嫩啊？怎么会？这件衣服最显气质了，而且应该会显得肤色特别白，本来你就白，要不试试看？好，听你的，那就试试。服务员。真好看啊。是吗？真的好看。叶叔叔看上一定喜欢。哎呀，那会儿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谈恋爱，他经常给我买衣服，还有首饰什么的。哎呀，这些东西啊，我都存着呢。哎，现在有五大箱子了啊，大小是。啊，叶叔叔是真的很爱你。是，还是挺可爱的。物质方面啊，就甭提了，其他方面啊，就是有求必应。行啦，就别羡慕我啦。我跟你说，我那儿子在这方面啊，可是挺像他爸爸的。来，我们坐下聊吧。哎，耳朵，你看，只有前几天收拾首饰的时候，觉得这副耳环特别的适合。今天把它拿过来送给你。阿姨，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要的。哎，那可不行，你知道吗？这是我跟他爸谈恋爱的时候他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现在送给你呀，也算是一代传一代了啊。不行的，阿姨。哎，就甭跟我客气了，收着吧啊，听话。不能为了这样的感情去放弃我努力了这么久的梦想，我也更不想让你为了对感情的呵护去放弃你的梦想。舒薇她一直都是自由的，我没有限制过她想做的事情。她为了你要把工作室搬到日本去，你还能说她是自由的？
是他跟你说的吗？他拒绝我的时候的确是这么说的。流星雨是属于大家的，这个烟花属于我们两个，还有这一刻只属于你的。的人都跟着你倒霉。你是哪位啊？我是高显英的女朋友霍晓彤。你别跟我说你根本不认识我。我认识你，不过你在说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少来这套，是不是你哭着喊着要去日本的？是不是你非得让叶老板陪着你一起去的？搞得显英他们连维也纳爱乐乐团那么大一笔小提琴制作的订单都给推了，推了你知道吗？那可是别人想抢都抢不到的，你知不知道这对显银和工作室影响有多大？就因为你要去日本影响了多少人，你想过吗？现在叶老板一心想着跟你去日本，连工作室这么难得的订单都不管了，整个工作室说扔下就扔下了，就你有理想是吗？别人都活该当你的绊脚石是吗？喂喂，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霍晓彤，我告诉你啊，你刚刚说的那一切都不会成真的，就这样吧。送你个礼物，把包给我。这是我做的，带着他回有好运。别哭了，傻瓜。贝尔多，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啊？就为了你一个人弄得整个工作室都跟着倒霉，现在叶老板一心想着跟你去日本，连工作室这么难得的订单都不管了，影响了多少人，你想过吗？你刚刚说的那一切都不会成真的。舒薇，我想喝椰奶。椰奶？我去看看有没有。
喜欢说怎么做才能掩饰着难过，没怀疑过每一刻忠于内心的选择，从来只享受沉默的我才懂缺少了什么，听见内心深处走出的不舍，轻轻经过怎么做才能牵住这一侧，深深记得每一次脆弱时候陪着我，朝夕相伴的时光掠过，这个世界只剩我，仔细听遍海风中的。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生矮矮的穿外套，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生矮矮的穿粉红色衣服？这首歌描述我内心中你是多么独特，在此刻盘旋着，所有星光环绕着耳朵，指尖旋转的曲折，琴弦上缓缓唱着，慢慢附和不变的执着。当这首歌提醒我，你是我。其实我真的特别感谢缘分，让你走进我的生活里，而你是我计划之外的收获。前往日本东京的叶舒先生，您乘坐的航班即将起飞，您尽快到登机口。我的情节里有最动听的发生。我常常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是一场梦吧，他真的美好的不真实。前往日本东京的叶舒威先生，您乘坐的航班即将起飞，您尽快到登机口登机。怎么做才能牵住这一侧，深深记得每一次脆弱时候陪着我，朝夕相伴的时光掠过，这个世界只剩我，仔细听遍海风中你的轮廓。这首歌提醒我，你是我一直决定的选择，每一刻怀念着所有一起经过的快乐，就像心跳的频率，多少故事隐藏着。声音里有最动听的，但是我真的不想看到你为了我的梦想去放弃你自己的梦想，因为这样的你就像以前的我。まだいらっしゃってるんですか？待ってたんです。私、土日の夜にバーで僕のライブがあるんですけど、時間があれば来てくれませんか？ごめん、塾おがありますので。ちょっと。あ、大丈夫です、次もありますから。では失礼します。ジダさん、すみません、失礼かもしれませんが、カイさんにちょっと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って。今お一人で日本にいるんですか？いえ、彼もいます。バイオリニストの？バイオリン制作家です。おお、その彼はどうしてカイさんと一緒に日本へ来なかったんでしょうか？お二人の間に何かあったんですか？実は私たちはずっと仲いいですね。
ただ私は夢を追い求めていくために彼の夢を諦め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你就是我的梦想。从未分开过。